我们看一下小智身手六，他说有一副扑克牌，哦，那他其实他给你提示啊，如果你不太懂扑克牌的同学，好，52张扑克牌里面，它有四种花色，每种花色各有13张，而且点数皆不同，也就是1点到13点。他说我现在从这副扑克牌里面任取4张，而这4张花色都相同的情形会有几种？那其实我们想法你要分成两种，第一个是花色的问题，第二个是点数的问题，可以齁。来，我们先来看花色，因为我今天要同花色，所以你今天的扑克牌呢，你一定是什么，从这四个花色里面先选一种花色出来嘛，这样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想知道说，诶，四种花色挑一种有几种挑法，齁，四个花色要选一个花色，然后呢我们决定了花色，那接下来决定点数，在这么多点数里面我们挑出四张来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花色里面就有13张，所以我们就在从这13张里面呢，我把它挑出4张来嘛，然后把它搭配相乘，这个就是我的什么，就是我的同花色的情形。7取1是4齁，7 3取4计算一下，13乘12乘11乘10 4乘3乘2乘1 9阶乘被我约掉了齁，来4312刚好约掉2510，来计算一下齁，4乘13乘11乘5，我们先乘这两个，这两个是20，再乘13 11齁，13乘11齁，是143，然后就可以计算出来236 28 212，所以有2860种同花色的情形，这个是小智身手6。